张新慧、郭亮君设计师强调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，致力给予居者安心舒适的生活空间，透过机能与质感美学的结合，给予屋主品味生活宅。公领域因应大量结构配置玄关收纳柜，并借由开放与封闭式柜体展现活泼视觉感。客厅以白底基调搭作奶茶色，呈现纯净温暖的居家氛围。沙发背墙采用 L 型规划，巧妙展开宽阔明亮的居家场域。餐厅贴心增设备餐台，提升实用性，并透过砍灯照明的衬托，倾注美式温润质感。主卧墙面延续奶油色铺陈，增添柔美的休憩质感，并精心配置白色书桌椅，展现清爽惬意的阅读氛围。张新慧、郭亮君设计师善于以内敛不失质感的风格态度调配居者的空间样貌，进而实现屋主理想的美式生活宅。